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柴教练。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武术长拳里面的一些组合动作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会把微信号放在屏幕的下方。好了，准备开始，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正面的示范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做慢动作讲解。这个动作，上步，上你的左脚，上左脚，来踢右腿，正踢腿，左手上，右手勾手，啊，背面，好，一，二，勾手，啊，这个是勾左手，往上，啊，这个动作完了之后呢，看啊，下来之后抱拳，啊，转腰，转腰，然后勾手，抬脚，然后上下，上下勾，啊，这边一。二三，然后穿掌穿出去，再看一遍，好，踢转，好，勾穿掌，好，直接起身挂白腿，啊，起身挂白腿，好，再看一遍，一踢收勾穿挂白腿。好，接下来是慢动作讲解。这个动作啊，看啊，上步，上右脚，啊，上左脚，垫步，垫步，垫左脚，然后拿推掌，蹬腿，蹬腿和推掌同时，蹬腿落地，然后抬你的手，啊，拳，大，拳也向上啊，这样立拳，一，二，三。这个动作完了之后，看啊，一、二、三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冲拳，好，再看一遍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冲拳，马步往下啊，冲拳，马步往下，然后下面动作，然后一，右脚向后，勾手，肩，啊，勾手，一，好，二向上，哦。顶肘，顶肘啊，好，一，二，好，再看，一，二，然后三，冲拳，冲拳，然后变，冲拳，啊，这个动作连起来啊，一，二，上次，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啊，一，踢，然后一勾手，好，二，顶肘，三，四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了两个长拳的组合动作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